脆不脆？脆不脆？骗子每年都有，今年特别多。来，咱们先看视频。脆不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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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们，全是这样的品质，全是这样的品质。这就是我们做的云南半山深处的垂果甘蔗，皮薄肉厚。这个黄金甘蔗太多粉丝让我撤了，但是当我点他作品那一瞬间，发现点不进去，不知道拉黑还是咋了。我想问你在心虚什么？咱不废话，直接搞回来实测。视频同款的黄金甘蔗我买了，27.9块到手5斤，这个在路上大概跑了3-4天，我收到立马就拿回来了。来吧，咱先拆开，看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这感觉这么皱巴呢，总共呢就4根，不是，这够秤吗？然后这还裂口了。走吧，咱上秤看重量够不够。我呢用心测评，麻烦你们点个小心心支持一下。带箱子还不到5斤，我这还没去皮呢，你这水分蒸发的有点大呀。走吧，咱去看它脆不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脆不脆。脆不脆？脆不脆？你这不纯扯淡的吗？跟铁棒子似的啊，掰都掰不动。来试试它这个扒皮儿。哦，呼，差点没给指甲盖掀掉。这不是结节啊，这边是结节，看。脆不脆？脆不脆？脆不脆？脆，脆不脆？哎呦我的妈！看这皮儿多好扒，来。哇，这么好扒皮啊！哇，这皮真好扒，啊！来尝尝，它这个甜度是有的，但有点怪，骚辣吧唧的，那远不如黑皮甘蔗呀！啊，嚼起来跟劈柴似的，还塞牙，兄弟们。就这甘蔗，我不多说啥了，踩大坑，综合评分0分。